张柏芝小儿子正面照流出，粉粉嫩嫩，很可爱。网友，所以父亲是谁？张柏芝和谢霆锋当年也是一对羡煞旁人的金童玉女，后来因为陈冠希事件，两个人的感情有了裂痕。娱乐圈本身就是时刻暴露在大众视野的，两个人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而离婚影响最大的还是孩子。张柏芝和谢霆锋的两个子都归张柏芝抚养，除了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外，张柏芝还在18年产下第三个儿子，不过那时两人已经离婚了。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张柏芝也没有给出过回应，不禁让大家纷纷猜测。近日张柏芝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孩子们玩的视频，眼尖的网友发现张柏芝的小儿子穿着一身红色衣服在视频角落里玩耍，粉粉嫩嫩的，十分可爱。可以看出这个儿子也继承了张柏芝的白皮肤。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大家也是无从得知。不过有网友表示希望张柏芝生个女儿来继承他的超高颜值。张柏芝小儿子正面照流出，粉粉嫩嫩，很可爱。网友，所以父亲是谁？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张柏芝最近几年也很好拍戏了，为了维持三个孩子的开销，张柏芝还开了一家潮体店，自己亲自招揽客人，大儿子做模特，可以说是很拼了。明星开店虽然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像张柏芝这样把开店当做主业的还是很少的。三个孩子的花销自然不少，张柏芝做为妻子可能不是很合格，但是作为一个妈妈绝对是很合格的。大家觉得张柏芝儿子的父亲是谁呢？张柏芝和谢霆锋当年也是一对羡煞旁人的金童玉女，后来因为陈冠希事件，两个人的感情有了裂痕。娱乐圈本身就是时刻暴露在大众视野的，两个人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而离婚影响最大的还是孩子。张柏芝和谢霆锋的两个子都归张柏芝抚养，除了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外，张柏芝还在18年产下第三个儿子，不过那时两人已经离婚了。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张柏芝也没有给出过回应，不禁让大家纷纷猜测。近日张柏芝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孩子们玩的视频，眼尖的网友发现张柏芝的小儿子穿着一身红色衣服
在视频角落里玩耍，粉粉嫩嫩的时分可爱。你看出这个儿子也继承了张柏芝的白皮肤。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大家也是无从得知。有网友表示希望张柏芝生个女儿来继承她的超高颜值。张柏芝小儿子正面照流出，粉粉嫩嫩，很可爱，网友所以父亲是谁。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张柏芝最近几年也很好拍戏了，为了维持三个孩子的开销，柏芝还开了一家炒体店，自己亲自招揽客人，大儿子做模特，可以说是很拼了。明星开店虽然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像张柏芝这样把开店当做主业的还是很少的。三个孩子的花销自然不少，张柏芝做为妻子可能不是很合格。是作为一个妈妈绝对是很合格的。大家觉得张柏芝儿子的父亲是谁呢？张柏芝和谢霆锋当年也是一对羡煞旁人的金童玉女，后来因为陈冠希事件，两个人的感情有了裂痕。娱乐圈本身就是时刻暴露在大众视野的，两个人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而离婚影响最大的还是孩子。张柏芝和谢霆锋的两个子都归张柏芝抚养。除了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外，张柏芝还在18年产下第三个儿子，不过那时两人已经离婚了。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张柏芝也没有给出过回应，不禁让大家纷纷猜测。近日张柏芝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孩子们玩的视频，眼尖的网友发现张柏芝的小儿子穿着一身红色衣服在视频角落里玩耍，粉粉嫩嫩的时分可爱。你看出这个儿子也继承了张柏芝的白皮肤。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大家也是无从得知。有网友表示希望张柏芝生个女儿来继承她的超高颜值。张柏芝小儿子正面照流出，粉粉嫩嫩，很可爱，网友所以父亲是谁。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张柏芝最近几年也很好拍戏了，为了维持三个孩子的开销，张柏芝还开了一家炒体店，自己亲自招揽客人，大儿子做模特，可以说是很拼了。明星开店虽然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像张柏芝这样把开店当做主业的还是很少的。三个孩子的花销自然不少，张柏芝做
为妻子可能不是很合格。但是作为一个妈妈绝对是很合格的。大家觉得张柏芝儿子的父亲是谁呢？张柏芝和谢霆锋当年也是一对羡煞旁人的金童玉女，后来因为陈冠希事件，两个人的感情有了裂痕。娱乐圈本身就是时刻暴露在大众视野的，两个人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而离婚影响最大的还是孩子。柏芝和谢霆锋的两个子都归张柏芝抚养，除了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外，张柏芝还在18年产下第三个儿子，不过那时两人已经离婚了。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张柏芝也没有给出过回应，不禁让大家纷纷猜测。近日张柏芝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孩子们玩的视频，眼尖的网友发现张柏芝的小儿子穿着一身红色衣服，在视频角落里玩耍，粉粉嫩嫩的，十分可爱。已看出这个儿子也继承了张柏芝的白皮肤。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大家也是无从得知。不过有网友表示希望张柏芝生个女儿来继承她的超高颜值。张柏芝小儿子正面照流出，粉粉嫩嫩，很可爱，网友，所以父亲是谁？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张柏芝最近几年也很好拍戏了，为了维持三个孩子的开销，张柏芝还开了一家潮体店，自己亲自招揽客人，大儿子做模特，可以说是很拼了。明星开店虽然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像张柏芝这样把开店当作主业的还是很少的。三个孩子的花销自然不少，张柏芝做为妻子可能不是很合格。是作为一个妈妈绝对是很合格的。大家觉得张柏芝儿子的父亲是谁呢？